原神关于新角色尤拉的一点点小细节。第四名，尤拉的表情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在原神中绝对是第一名，因为他可以从面无表情到害羞再到生气，简直就是原神中的表情帝。害羞的表情是尤拉在平 A 时有个收刀的动作，这时你看他两腮红红的，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，显得那么羞怯。生气的表情只要打断他的平 A 就可以了，这一点还是很符合常理的。第三名，尤拉白色发梢的蓝短发上有一圈黑色蕾丝边发带，可能有的小伙伴觉得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配饰而已，那是你没有仔细观察燕飞的服饰，因为燕飞的短裤上也有着相同的布料，所以有的小伙伴就调侃到这是燕飞剩下的，直接给尤拉戴头上了。第二名，传统的大剑角色一般都是四段平 A， 但尤拉和北斗不一样，是五段，时间稍微有点长，那我们就可以打上第四段，马上按闪避键冲刺补攻，能节约不少时间。第一名，他是原神中最特殊的角色，因为足足有567天未复刻，上一次出现还是在2.3版本，不知道这个记录是否还有别的角色能打破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这么好玩好看的角色，你确定不抽一个？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，小伙伴们冲啊！下期见，拜拜。